再看内地的消息，今天美国驻李国务卿坎贝尔飞抵北京进行访问，并将在明天飞往韩国访问。作为金正日去世之后首个访问东亚的美国高官，坎贝尔将会先后和中韩日三国的官员共同商讨朝鲜半岛方面的问题。美国驻李国务卿坎贝尔本月3号抵达北京，开始了对于中韩日三国的访问。在此期间，他将会和各国高级官员共同商讨关于东亚局势以及朝核问题方面的事务。坎贝尔此行非常低调，飞抵北京时并没有在媒体面前公开露面。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去世后，坎贝尔作为首个访问东亚的美国高官，在3号访问中国，4号将访问韩国，6号飞抵日本进行访问，并在7号飞回华盛顿。有专家分析认为，金正日逝世后，中国的态度最能引起美国重视，这也是坎贝尔首站来到中国的原因。双方有可能会针对未来朝鲜半岛的局势以及中美如何在半岛合作进行沟通。中美关系现在正处于关键时期，形势十分微妙。美国国务院早前也称，坎贝尔此次访华是一个重要机会，利于继续跟中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澳亚卫视孟伟孙哲北京报道。